大家好，我叫黄爱薇，在班布罗纳居住了20多年，今天是第一次来到省政厅，我很开心能够认识到纳瓦拉的历史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华人们，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参观纳瓦拉省政厅。你们想了解纳瓦拉的历史，希望来这里参观一下，很值得欣赏。谢谢。